沙万里天，又来令人的想念。月华似水云如烟，曾朝何岁何年。怕是红尘贪留恋，不忍万语对千言。当时一别再相见，只见桥声缠绵。纵然忘不了是你耳鬓眉眼，却又期盼两人从此无亏欠。空山遮幽兰，沧海寻蝴蝶，抬头爱恨中终难周全。忽忽历尽险，渺渺天地远，追梦到从前。却是仍不觉换来梦相见，想着风月未必能如愿。万般情为难，心动成少年，我谁能被谁破灭。青林，是盐城墨家干的。恭迎家主。人呢？加玛帝国还有谁会是我的对手？云岚宗宗主亲传弟子纳兰嫣然道贺。纳兰之女，没想到今日你会亲自前来，真是令我墨家蓬荜生辉呀。墨尘家主客气了，嫣然也只是奉老师的吩咐而已。纳兰之女，葛叶长老请。宴会就在下面。非常感谢诸位能够来参加我这把老骨头的寿宴，在这儿老夫我先干为敬，谢谢大家赏光。那应该便是墨家家主人生筷子墨的墨城了吧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砸场子。墨家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？我就用压倒性的实力将墨城拿下，让他们交出青林。墨城既然是墨家家主，我想他的命应该还是值一些价钱的吧。大家请坐。请请请。在给诸位的请帖中想必也写清楚了，此次聚会除了老夫的寿辰，还有一件大事要与诸位商量。老夫准备筹建一个墨盟，将加玛帝国东北区域所有势力集结在一起。只要加入了墨盟，就是我墨家的盟友，与我墨家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陶家庄绝对拥护墨家，我们第一个加入墨盟。裴水灵也愿意加入。哎，我费伦宝也愿意加入墨盟。多谢各位鼎力支持，墨盟的成立将让我们东北区域团结一致，从此以后加玛帝国中墨盟将占据重要的。
抱歉了，墨城家主，我想墨盟似乎你是没空投见了。阁下是谁呀？今日是我墨家的喜日，还请阁下赏脸，有天大的事也请宴会完结之后再来商谈，可好？拿下他！是大人为何事而来？我来墨家只为一人，交出青灵。在下并不知道什么青灵。大人，您可知道我墨家和云岚宗可是……云岚宗是你墨家的后台，对吧？哼，云韵不过是个老眼昏花、不辨是非之徒。今天就算云韵在此，也保不了你。交出青灵，否则今日血洗墨家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交那便死吧。大人，您虽贵为斗皇，可云宗主却不是您能随意羞辱的。今天就算老朽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为云宗主的名誉讨个公道。小姐，切勿冲动。纳兰嫣然，马匹拍得不错。不过我先前说过，就算云韵来了，我也照打不误。哼，小姐。这位大人，您今日这番话是在向云岚宗以及我的老师云韵挑衅吗？你除了会抬出云岚宗和云韵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滚开！墨城不交出青林，今日必让你付出代价，谁来都没有用。你，像我墨城这辈子行侠仗义、为民除害，只杀该杀之人，这双手染过多少恶人之血，我已记不清了。杀人者人恒杀之，就算这些恶徒有大人您这等强者来为之报仇，老夫我仍不后悔。阁下一介斗皇强者，为了莫须有的罪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执意要杀我云岚宗外门执事莫成，我云岚宗绝不会坐视不理。莫须有，你也说得出口？墨城，你这道貌岸然的鼠辈，不管你再如何辩解，也洗刷不掉你所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斗皇大人要杀老夫，老夫并不为此，可也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。您放心，您的为人我们大家都清楚，云岚宗绝不会让好人蒙冤。斗皇阁下，以您的实力，在场所有人都不是您的对手。可天道自在人心，您恃强凌弱，只会让天下人耻笑。是啊是啊，墨家家除了霸道一人干掉了黑人，又做什么出格？大家除了遗憾呀。斗皇大人太过霸道，你不想活了？对方可是斗皇，斩你可不需要脸。好，好，好。云岚宗未来的接班人果然伶牙俐齿，可就是这脑子不太好用。墨城是好人，他多年来一直在往人身上移植魔兽器官，如此泯灭人性、丧尽天良之徒，竟成了好人。
墨家的主子云兰宗竟会不知道？你血口喷人！哼，这等龌龊之事，墨家家主断然不会做。这是什么？小红，海老先生，多谢。这是墨家的一个试验品。纳兰小姐若还是不相信，我可以带你去墨家的实验室里瞧一瞧。青林并不在实验室里，你把它藏哪儿了？墨城，给我个解释。云兰宗不会再管墨家之事。葛叔，我们走。阁下究竟是谁？日后你自会知晓。哼。青林在哪儿？斗气大陆，以强为尊，试验也罢，禁兽也罢，为了变强，我莫成何错之有？蓝宗之所以独霸一方，还不是因为他有个斗皇强者？而你能在我这仗势欺人、为所欲为，不也就是因为你比我强吗？力量，只要掌握了强大的力量，也不会再怕你们任何人。为追寻力量，把自己变成半人半兽的魔物，意味着你是在力量之路的可怜之人。就只有这点伎俩，哎！一火，一火！海老先生，我们追。在前面。交出青林，
死人。有用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竟能抵抗异火。可恶！不是，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见过如此强悍的防御，这绝对不是加玛帝国的产物。这是隔离咒，激发启动后能隔绝斗宗以下的攻击。最神奇之处却是连异火的攻击也能隔离。这么厉害？这可是魂。没有办法了，只能等待隔离法器的能量耗尽，不然谁也没法进去。可恶，器皿一定就在里面。可惜，这等低级的融合禁术实在无趣。果然是碧蛇三花筒。看来长老的感应没错。你究竟是谁？原来是魂殿之物。既然人已经找到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青林，我们追。小姐姐简直太可爱了吧，这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好想获得她的高清独家壁纸啊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或者微信搜索斗破苍穹观。